来，打把手，把人打的。嚯！真丑！比抢？哇，这可真不错。肖哥，枪我给你送来了。老吴啊，怎么样啊？队长，这都什么破烂？啊，大伙别挑三拣四了，有总比没有强。说对喽，做人要厚道一点，是不是？凑凑用。卢副营长，哎，非常感谢啊！回去之后一定要向林营长表达我们所有政工队队员对他守信的敬佩。哎。回去之后，如果能让林营长再施舍多给我们一点子弹的话，那就更完美了。哎呦，我的肖哥哟，您这招太损了！我们林营长遇到您，那就是按照棋谱下棋，遇上江湖野路子，您这不按套路，只管输赢呢您。服了啊！你说说，日本人讲兵道吗？也是。肖队长，我们女孩有枪吗？这次啊，卢副营长只带了这么多枪，我相信下回陆营副还能多给我们一点，这是肯定的。肖哥，枪我给您送来了，我营里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啊！哎，不，走了走了，不再喝点茶吗？不了。肖队长，你别忘了，穆桂英还有花木兰都是女的。阿宇啊，这个我还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相信我。真的，君无戏言呐，当然是真的。好，那我们等着。好。忙着呢。嗯。林姐，那个大英雄来找您了。哪个大英雄？萧寒呀，在您办公室等您呢。原来您早就认识他呀。你找我？我来找你帮个忙。那是肯定的，你不做没目的的事儿。不是，为什么我这么正义的一个人，在你眼里总是一个势利小人的形象啊？还有谁这么说你啊？东野啊，前天晚上他训了我一晚上。那你应该反省你自己。哎，能不能给我派个外科医生到我们政工队去，好好教教那些小姑娘们。为什么？为了抗战的胜利呀！你看，在战事的时候，如果有个战场救助，这样不好吗？可以。啊？哎，你这么快就答应我了？你也不问问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问不出实话就不问。再说，我也缺少这样的人。很多家庭因为观念的守旧，不让自己家的女孩子学习西医，尤其是外科，所以我很愿意帮助你。但是我们说好了，以后我有需要，他们也得来帮我。那是当然。好吧，那咱们就这么愉快的合作了。你觉得我有愉快吗？对了，我还想问你要点止痛药。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吗？还是替别人拿？别人当然是别人了。那你让他们自己来看一下，这种药不能乱吃。那好吧，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先告辞了。明天上午人到。在这儿呢。我代表政工队全体队员向你表示感谢。帮我把门带上。好。
孙伯，明天会有一批药到岸，我们家的船没了，我租了德平轮的一个舱位。他们不是跟镇海防守司令部的关系好吗？所以比较安全。你明天多带些人过去，记得一定要小心，这批药更珍贵，而且批量比平时多。大家看好啊，听诊器先带上，然后呢，别这么大嗓门，放在这个位置。上着课呢，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大家注意看我啊。想不想把结巴给治好啊？不想。一个一个字说的也挺好的。黑市上有一架捷克式机关枪在卖。使劲。消息确切吗？枪我都见过了，又不诚信，外带两箱子弹，据说是一个逃兵给拿出来卖的。如果说东爷给咱们的是小汤圆儿，你这个是相当于状元楼的冰糖甲鱼呀、啊，这相当于过小年了。谁说不是？枪在谁手里？姚花坑。你说他这个警察局长弄了半天还是黑市老大，这没什么奇怪的。要不是警察局长替他们撑腰，谁敢做这生意？也是，就是价码实在太高了。要多少？要三根金条。或者是一百现大洋。大家回去呢，按照我讲的再练习。他们这是明摆着要卖给土匪。是啊，现在这个年头，也就土匪出得起这个价格了，人家也敢收啊。这枪咱们得要。行，那我回头问问我朋友，看能不能便宜点。哎呦，大虎啊，省那仨瓜俩枣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东爷都说了，说我是一个做小买卖的。这次我得争口气，咱就要做一次大买卖给他看看。队长，你这不会是想生抢吧？这不叫抢，这叫没收，明白吗？如果真的落到土匪手里，那老百姓不就遭殃了吗？对对对，你说的对。还有什么问题吗？书香门第，月斜诗梦瘦，风散魔花香。大虎，这是知书达理的地儿啊，你没弄看清楚了吗？什么知书达理的地儿？里边是做皮肉生意的。没错。哎呦，你慢着点啊！哎呦，慢着慢着慢着，再来啊！再来、啊！抓这个！哎，老板娘，我听着有动静。听着啊，多尽情啊！老姚，我今天来是来跟您负荆请罪的，给您添麻烦了。我呢，他知道平常不胜酒力，但今天这酒我必须得喝。来来，真的给您添麻烦了。哎呀呀呀！来，东爷啊，见外了啊？应该的，本来军警就是一家。再说我们兄弟两个人，谁跟谁呀？你说？那个张特派员过来，找了我两次了，全让我挡回去了。我们特派员来找过你啊。
特派员说什么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那个萧寒是串通好的。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东野这个人吧，是有一身傲骨的，怎么能跟萧寒是勾结在一起呢？而且我老姚这个人一辈子就不会说假话啊，是，反正我就说实话。哥哥，来，哥哥，怎么了？哎，什么都不说了啊，以后只要有事情，您尽管说话，我林东野能做到的，肯定竭尽所能，毫不犹豫，敬你。得嘞。局座，局座，不好意思啊，林营长，书香门第被抢了。都丢什么了？两箱子弹，两箱手榴弹，还有那杰克式。哎呦我去！东野，我必须得去一趟书香门第，这么文雅啊，书卷气十足的一个地方都能被抢，偌大一个中国，还能有好好读书的地方吗？啊！有辱斯文，挑战法律。我跟你说，凡是教育层面上的事情，我绝不能不管。走走走走，快快快快走！哎，不好意思，老姚，有事你说一声啊。慢点，慢点。老大，书香门第不是记，不是那个吗？我跟陈寒生去过一次。那里的人呢，太过热情，我中途就逃跑了。这都知道的事儿。哎，这姚华康啊，当着咱们的面就这么瞎说，面不改色。不说别的，单说脸皮厚这点，我佩服他。你说是谁抢的呢？可能是土匪吧，也可能是黑道的，说不好。那是他姚华康的地盘，谁都知道，去那儿花钱就等于变相给他进贡，给他姚华康面子。多少人想找门都找不着呢。那您说是谁啊？还能有谁啊？在我这耍赖，讹去那几条枪，心里还不满意。我说他像个做小买卖的，还真是。完全一个做小买卖的嘴脸。您是说萧寒呐？那他胆儿也太大了。特派员那点说的对，萧寒留在镇海，对谁来说都是个麻烦。完全不按套路，不按章法办事，也不考虑别人的难处。找到线索没有？大哥，好像有几个不同人的脚印。赶紧找目击证人去！哦，是是是，走，走，快！哎呀，这他妈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这是！哎呦，这真是个大宝贝儿，大美人啊！大虎，你手工一件啊！老肖。就是子弹太少了点，我怕一不小心搂不住，全给突突完了。哎呀，来，以后这个家伙事儿就由你来保管了。好嘞，把所有的物资清点完之后，好好的登记造册，然后保管起来。嗯嗯。大哥，大哥，这熬药啊。讲究个心平气和，时间火候，要是没到，这药效就出不来。
说。啊，哦，查清楚了，正是萧寒的正工队干的。心平气和。这次绝对饶不了他，气死我了！大哥，您消消气儿，这事儿还不能着急，咱得从长计议。我这，滚！这，哎。日军已经开始实施所谓的封锁中国临海港口计划，日军驻上海部队开始打乱编号，以干扰我方防御作战的部署，所谓的假号作战行动已经开启。日本人今天用的完全是明码，日本人太猖狂了，这是公开的告诉国民党军队我要攻击你呢。你现在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萧寒，让他一定保持头脑冷静，要做好防范，他一定要知道那些政工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我这就去。去吧。宋老板。谁呀？这么晚有事吗？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麻烦您能不能给我们做点宵夜啊？好，稍等啊，来了。就喜欢吃这家。嗯，好吃。有那么好吃吗？嗯。老宋，开门啊！哎，来了。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哟，我得看看有没有存货来着。没事儿，您随便做点什么都行。哎呀，先进去吧。好吧，今天晚上就做你们生意。来，进，来。哎呦，这太仓促了。来，坐。哎，好。来，坐。快坐。稍等啊。哎，谁过来帮我搭把手啊？啊，我来，我也来吧。没事儿，你歇着吧，我自己去就行了。吴主还真是够意思啊。来，帮我系一下围裙。好，我来帮您系上。哎，你不去帮个忙？别弄得我们俩粘在一块儿似的，行吗？哎呀，真是给您添麻烦了。嗨，卢英夫，那个你要的十二鸡汤弄好了啊，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拿走啊。好嘞，我走的时候带走。帮我把佐料拿过来。哎。快看，日本人又来了。奇怪，这次好像没有投弹。日寇应该是已经明白狂轰滥炸吓不得宁国人。这是日本人的侦察机，他的出现预示着大战即将来临。自己家的防空洞里躲一下吧。那防空洞啊，要去你们去，那是给刘嫂准备的。别说现在没打起来，即使打起来，我在自己家里，我怕什么呀？不是，我啊，别说了。这样压个花，再绕过来，哎。就这样，对，诸位，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打绑腿。打绑腿很关键，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向秋草和傅大虎学习这个打绑腿的方法。哥，这个打绑腿管用吗？哎，这个打绑腿可不是什么花架子啊，它是提高我们战斗力的一个方法，明白吗？好好学习吧，啊，大家好好的跟他们学啊。好。诸位，下面我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顾祝同将军和师部给大家的作战指示精神传达给各位，望各位严格执行，否则军法处置。是是。这就去找东野聊聊，你们在这待命。都拿好了啊。是。拿。报告，萧寒来了。我也真是服了你了啊，这里你都能找到，而且你还能进来，我真不知道我这些卫兵都是吃什么的。哎，到。拿着。关键是啊，你的吉普车实在是太扎眼了，全程就这一辆。看见了吧？我们要把指挥部前移，有什么话呀，你就快点说啊。东野，你这防御阵地现在有漏洞，你知道吗？都现在这个时候了，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啊？哎呀，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呐。拿着。调整防御阵地是师一级指挥官的事情，我呢？就是服从命令，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可是你不能看着那儿有漏洞你不管呢。作为兄弟啊，我还是得说，你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太过于自信了，太过于霸道。你怎么就知道你说的全都对呢？那防卫司令部大大小小的参谋们都没发现防御阵地有漏洞，我也没发现。你所谓的阵地之间的间隙，看，那以前是没有路的，所以呀，是不存在漏洞的啊。是吗？在其位才能谋其政，你就说那些小报吧，他们所知道的能有咱们这些天天跟内部军情的人知道的更多更准确吗？东野，大大小小的军事地图我看得比你多得多。是。上军校的时候你有很多地方比我学得好，但是你没读完啊。这么些年我经历了这么多战斗，我经验不比你少，经历的状况也不计其数，我都没有你这么盲目的自信过。我呢，就是坚决服从上面的部署，一切命令听指挥，我的胜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哎，你别以为我这个营长好当，当年跟咱们同级的有好多还都是副连长呢，我是凭我自己的本事干到今天的。别在这里待太长时间啊，湿气太重。东野，东野，你别怪我没劝过你啊。喂，日本帝国の勇士、君たちの任務は防御の抜け穴をかいくぐって敵陣の後ろに回し、陳海を一気に攻め落とす時間稼ぎをするから、完全なる勝利を我が手にたくさん来い。一緒に向こうの岸に登って私と一緒に叫べ、陳海待ってろ。陳海待ってろ。いいか、みんなの手の中の竹竿で精神の測り方を覚えろ。むやみに飛び込むな。海は情けがないからな。お前ら分かったか。分かった。Thank you.
长！连长！通知下去，除了预备连以外，其他各连连长必须上到阵地上，不许离开一步。是。是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一声令下。怎么样？我先跟秋草、海生还有大虎，带上枪支，立刻出发。不是我呢，你带我们一起去吧。对啊，剩下的人就在这儿留守吧，啊，负责维护当地的治安。另外，要发动群众，给我们做好后勤支援，明白吗？队长，这件事情他们就可以做，你带我一起去吧。对啊，是啊，是啊，带我们一起去啊。怎么样？这是命令，队长，服从命令。是。走。好。走了。萧寒带着江海生、傅大虎和杨秋草出发了。林东野的防御漏洞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必须有人去堵住它，以阻挡日军趁虚而入。虽然明知此去危险，他们仍然义无反顾。肖哥，这是什么地方？这里叫做戚家山，上面还有烽火台，始建于明朝洪武二十年。这烽火台的作用，相信大家都清楚吧？这烽火啊，昼夜不息，相互接应，起到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哎呀，当年戚继光还有于谦等人就带领自己的部下曾在这里抗倭、抗法、抗英，点燃了反侵略战争的第一处狼烟。戚家军在这打过仗？没错，当时他们在这儿扼守住了甬江两岸，倭寇就无法从这里突破了。多好的一次锻炼机会啊，怎么不让子明他们来啊？知道咱们为什么到这里，要做什么事情吗？消息说，就跟当年的烽火台一样，起到的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咱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日军想要穿插的缝隙，阻击他们。我们很可能会牺牲，所以我希望他们像种子一样好好的活下去，生生不息。我们所做的事情危险性很大，不一定被人认可，也许会死得窝窝囊囊的。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吗？为打鬼子而死，不窝囊？那肯定是不窝囊。对，做了该做的事，我们就不窝囊。好，兄弟们。现在开始，咱们就是在鬼门关一起行走的人了。老大，喝口鸡汤。我又仔细地研究了几份地图，实在是发现不了还有什么空隙是日本人可以钻进来的。你看，这些地方全都标记着，根本就没有出口。萧寒肯定是下火的。是，您要是看不出来，那就是真没有。
怎么这么安静啊？安静的我心里都有些发慌。1940年7月17日，日军派遣舰艇40艘、飞机30余架，对镇海要塞炮台进行了24小时炮击。次日，3000余名海军陆战队组成的突击部队陆续登陆，镇海保卫战打响了。萧哥，咱找这么长时间都找不到路，这日本人更找不着了吧？你说呢？走，从那儿过去。走。이시간나가났다가이제그래스파이그라는시대대사스대가스딩각인시마시다정면から後ろに回せろ야스쇼一気に攻めつてくれ進め如果没错的话应该就是那个方向那就继续吧就在那儿走走走吧走慢点告诉一连别乱放枪慌什么慌是机枪连，别散着打，集中火力，形成火力网。是。
你赶紧去找林东野，地图一定交到他的手中。路线我已经画好了，告诉他，派一个营的兵力在这里守住这条路。好，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这个地方一旦失守，到时候镇海一触即溃。明白了，小哥。那我走了，去吧。当心啊。好嘞。这些兵是往后退呢吗？这是要逃跑吗？李跑跑的队伍以逃跑著称，一直都这样。赞！他们这么干是不管我们的死活。老大，你说防御作战队到底送没送出去？老大，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日军完全是按着防御作战队在轰炸我们呢，看不出来吗？这还得谢谢我们的参谋了呢，啊！还好没有把所有的坐标都标记出来，要不然我们早都过奈何桥了。柳干事要是没死的话，肯定把他揪过来狠狠的审，说不定还能审出个通伙来。老大，钢盔。敌人呢，从这儿查过来。都没事吧？啊，没事吧？没事。营长好，营长好，好。报营长，日军的二次进攻已经全部被击退了。伤亡情况怎么样？牺牲了十几个兄弟，受伤的有二十个。银座。团座和特派员来了，说是来探望您的。站住！头领，我是政工队的江海生，这个是我们队长萧寒给林东野营长写的一封亲笔信。回答不出口令，就不许再进一步。记住，这里是战场，军事禁地，听明白了没有？听着。信就在这儿，请让我交给林营长，让他回答口令。口令？我怎么知道你们的口令？让我把信交给林营长。开枪！团座，你怎么来了？赶快撤下去吧，这太危险了。我不放心呐。我等。还是撤下去吧，团座。不行不行，本生，我得多劝你几句。啊，本生啊，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啊！一定按照上级部署的，
打赢了，咱是英雄；打输了，咱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千万别，别把上级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知道吗？有多少人的糊里糊涂掉脑袋了？明白了。快，护送团座撤离。小心，我去看特派员。啊啊！快护送团座。是。